天来天外话啊！喂，天还没睡呀、啊？哎呀，人值班哦，人上兵看兵，值班的喂，人还没睡呀、啊？哦，是要异地，又是要偷班哦。那咱兄弟啊，都是安排的啦，都是安排的啦。啊，所以今日做袂好，咱不少不来念书了啦。提拔，提拔，提拔，好啦，咱话务吼，感谢主。所以今日兄弟话，你来祝福啦啦，所以咱带了欢喜是嘛？来，咱来读这个题目吼，哇，华语是个硬壳啦哈，啊，华语是叫做人人有责啊。好，今日来讲是人人拢有经算，咱来袂讲人人拢有经算。啊，咱人人人拢有通经算吼，有通经。啊，有人讲个命你注定，你上亲命你有注定。啊，人人讲，有人讲，有物件是。不是命里注定，你家己注定，对不对？啊，有个人讲，无人生是注定咧，无人变咧。哦，今日你拄到债务，就对了。哦，今日你离婚，就对了。今日你看病，就对了。有人讲是命里注定吼。哦，做看下，今日就是要来分享这个地方吼。啊，有一个有一个查某人吼，哇，一手就金条，伊今日这个考试你知道？一看到一片考试，阿你插出去，个大声音，哎呀！我前世到底犯了啥物罪啊？我到底做错了啥物？啊，怎么一件读册读到你插出去？哎呦，我到底做错啥物？然后一个囝呢，妈妈，你放心，我原谅你。哈哈，啊，我原谅你，啊。因为嘛，就曾经咯，你讲运动我嘛奇怪吼。那所以人吼，都着问题，点解伊想讲，哎呀，现在是我前世做唔到啦，还是命里无好，我今无读册命。哎呀，所以安尼款啊，唔知我做了啥物事吼。其实唔是吼，为物件唔是讲到主题啊，为物件是讲到你囝爱读册不读册啊，唔是命的问题啊，啥物事叫做命里主题啊？比如讲，哦，我是冚冷声吼，我骂是冚冷夹住了，啊，我出事在边咧夹住了，我是断人夹住了，哦，这是命里注定，啊，这叫命里注定。然后他们是有很叫做很精算的，啊，不是读册，受教育，你夹住爱学阿毛，哦，你六十岁爱学阿毛还使。哦，不是讲主店都比较按摩，有啊，有一个兄弟哦，同样六十岁，过去有按摩我哦，伊用介八十岁离开，离开世界用二十年按摩，哦，伊离开世界时讲句话，我没有遗憾，无遗憾啊，啊，我六十岁过去有按摩，讲了二十年按摩啊，这不是主店，啊，这是可能爱慕跟爱慕吼，所以他讲我老了未晓，我老了我未晓讲到这里，我听话咪唔是啊，你是都。爱去做，爱去做哈！啊，这是摊经的，比如摊方面个，它是摊经算，就是咱人诶，即个可能讲啊，咱个事业啊，你要做咩工？啊，要做建筑啦，要做 doctor 啦，啊，要做老官啦，啊，老官要做lawyer， 要做读书，摊经啊，叫摊经。爱教育，爱教育，爱教育，爱教育嘛。摊经，这是拢是摊经吼，唔是讲干啦命里注定吼。然后你看到为人吼，伊甚至是安讲，哎呀，这个世界无神咯。他们是讲这个世界无神，你看，牧师你看，这世界你真在乎，为人跳楼，为人太阳崩溃，那是有神呐、啊。啊，做你这世界安尼凄惨，你看我，你看我欠人的债累，哎呦，凄惨。即那世世世界那是有神，我早就改变了，我变了天空。啊，真侪人，伊将这个责任吼怪到你上帝，啊，怪到你上帝。所以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吼，到底咱人是怎，咱个命运啊，佮是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吼。哦，咱来看一个圣经，咱人个命运是甚物啊？你看，到底创世纪？创世纪吼，头条就来看就是，这边神讲咩？讲我要按条吼，我的款来创造啦，好像关于这个海湖
啊，空中的鸟，啊，地上的拢在禽兽，哦，甚至啊，涂骹所嗰啲白的一滩，神就造了自己的形象哦，创造了大波杂波，啊，咩是叫做命运吼？这个就是咱人的命运，上帝创造人，你未听讲上帝所以人能创造吗？无管到时间无时间，上帝就是创造了，上帝就是给咱人人的生命。你不要紧，这是咱人的命运，吼、哦。原来上帝给咱人的命运是那个关于的世界，不能拉的，吼、哦。神创造咱人是按照伊的款来做的，哇、哦，咱人是得胜的，啊、哦，咱人是不能拉的。我们是上帝的子子，所以是命里注定，命里注定。然后上帝呢，上帝又将耶和华又再将人下到你这个伊甸园里面，把这个人在那边受你看守。然后耶和华又吩咐讲咩，在那园处，在那园里面的果子，你拢袂使吃。然后这个果子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嘛，你袂使吃。你吃了，你听到死。那上帝创造咱人，这是命里注定。但是伊阁予咱人一个叫做选择的自由，吼、哦，选择的自由，你爱听做话，你去拣，你去选择，吼、哦。上帝予咱自由，就来讲你，哇，讲你分内面味，啥物咸你使吃，果子你使吃，但是有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果子，你袂使吃。吃啦，吃到死。但是咱读圣经，咱知影讲咩？阿公个下话，尽量去吃，背叛了上帝，和这个死亡的咒诅、病痛的咒诅、灾难的咒诅，入到这个世界。所以今日吼，咱人会拄到真啊真问题，拄到真啊济灾，唔是上帝要给咱人，唔是上帝要给咱。今日拄到病痛、经济问题，家己不好。啊是啊，搞你暗暗讲问题，不是上帝要给咱人做一个唔对的计算，出来了尽量无好的结果。所以你拄到问题，侬头壳也是主，袂管一个安去行，安去弄，不是吼？这些时阵是魔鬼，这些时阵是咱无计，到你主会落来行，所以咱拨到去黑暗里，拨到去问题，啊、就是你看。所以咱未使将自己归于上帝。你若读圣经，你就知影，原来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美好。上帝做乜嘢拢做一切，伊讲是好嘅。伊唔是创造一个无好嘅世界，做罪嘅世界。吼、哦，然后上帝是安怎？伊是做了全世界准备好事咧，佮创造人下落去。伊为人准备了，伊佮予人一个生命，吼、哦。所以在写清楚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需要上帝在上帝的准备，伊是创造的，佮系咱生的。所以其实，咱个上帝哦，伊是爱咱人，哦，伊唔是要予咱有财富的生命，唔是，伊是爱咱人，哦，是人经验吃一个，一个分别成功的一个规矩，搭住了上帝，哦，哦，一个就做吃了咱生命。所以今次，咱拄到今次，咱看无总可能今次凄惨的代志、灾祸代志、罪代志，拢总是人的问题，唔是上帝的问题。甲你边仔讲是人的问题，唔是上帝的问题。人的问题，唔是上帝。啊，做咱信主的人，要保守咱家己吼。你若看圣经，就来讲吼，互你克林多后书嘛，克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十，啊，克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即波罗嘛，波罗啊，破，伊家伊即个叫做格林多的教会讲，伊讲我惊你人的心嘛、啊，偏向你邪位，哦，佮失去了向基督迄个清洁的心，佮想讲即个魔鬼吼、啊，用即个诡计来引诱即个邪话的嘛，或者伊个啊，即波罗人讲本来一个信主人，一心是偏邪。一心是变垃圾的，伊若是讲无对了主，啊，无用一个清虔心来对主，伊成日啊下话啦，哎呦，无听上帝话，惊家己咯吼，惊魔鬼咯，所以今日听你讲话，咱信了主，咱唔是
那甚至啊，反正 OK 啦，圣经 OK 啦，甚至啊，圣经保啊，保罗讲，那特别啊，那报销那个事，唔贪咪贵啦，唔贪圣经，你上少好似你前期先来回，那咱每日之你食过，来回咱每日你食过，啊，所以这是个纪念圣经。你可能成日我先做咧，哎呀，我自己叫我老板仔，我食，啊。為了先做乜？我未使，我先做。我就嚟俾幾隊做，我就嚟俾幾半隊做，幾攰一個聲，升一個聲話，跟一個聲領長毛嘅聲話，就俾幾年學。你俾聲領長毛，你俾啲白髮有靈力，你俾啲耳朵上地聽，你俾幾年，你幾年做咯？我而家都學啲唔少，你學到口白，你學到靈力，你學到的識，上帝冇學一個，伊冇學一個幾年來嘅人都。啊，持參比，上帝話每次能幾耐攞啲的士，所以嗱個線嘅前期哦，唔通拼出時間。嗱嗱話耶穌，哦，耶穌係摩德哦，依家我嚟做一啲經書嘅嘅幫助哦，即係話係有耶穌選擇嘅榜樣哦，哦，如果是看讀聖經嚟講，就係講耶穌。他會出來傳道，大家講傳道，他會出來傳道，怎麼樣？聖靈傳一耶穌比較正空一死十字，那你空一基督沒吃，沒有你沒吃沒有死十字，按照人的知識來說，按照這個scientist來說，人殺人就沒有人就死，人殺人沒有人就死，但是耶穌錯了一個，雖然是神，但是錯了那個辛苦來到這個世界，然後面對這個這麼大的考驗，四十字，不是三十九，不是三十八，不是二十六，是四十字，沒夠分號。所以耶穌經過這個這麼大的試驗來面對，來贏過，哦，當耶穌第四十字當時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哦，那些試探人的魔鬼我今日來，我對耶穌講：你，如果那是神的驚嚇，你會使吩咐這個麥毒變做餅，還是變做食物？但是耶穌已經對你講，聖經講記載講，人掛條不是靠了食物，那是靠了神嘴所講出來的每一句話。耶穌對你面對問題，就是已經神嘴所講出來的每一句話。伊唔是经将乜嘢喺度边啊？我古邦塔圣经点写？哎呀，耶稣是神嘛？伊应该是赢鬼，还是神啊？无法，这里考验哦，这个考验，嗯，无法。但是后来我想，哦，原来耶稣伊面对这考验是真得大，伊虽然是真神，但是伊辛苦是一百八十年。暴力，一老会啊，一听啊，听见电都晕死啊！哇，听啊，伊是霸主，但是伊以后办怎啊，痛苦办怎啊，伊敬上帝个。但是魔鬼啊，怎啊，魔鬼无听来试验伊，啊，叫伊将麦毒变食饼。那耶稣是神啊，伊是绝对有能力将麦毒变做饼。你把拄过一个试探哦，有一日哦，魔鬼来全部诶阿孙啊，你将这教义变做秘籍未使，你不会你再讲未做诶嘛？我嘛是变，我无在变，但是耶稣在变。有灵力诶人拄着考验时，比那人更加大，哦，因为有灵力做诶，变起来赢着耶稣，赢着灵水。因為你唔知，但是嗬，你堅守啲嘛嚇。哦，但是咱可能會說，哇，啲王啊，啲咩政治人物啊，啲人多方面啦，哇，食累嘛，食累嘛。我嗱嗱先想講，我但是做王，我是做這個有力，做世界有地位啦，我是比較累。但是你唔知啊，或者是你但是，那是到嗰啲地位當時嗬，氣候自然多。气头是怎样？你做出的代志是只要向往，所以我看到圣经哦，大笔王太难了，太难了。
什麼事呢？因為代表講要管要領啦，替人對來講只一影而已，但是對咱這無能力的人啦，替人哇，這是真一響的問題，但是代表講過你安尼看你地位，所以錢都是真一大。想看耶穌，你是神啊，又是有能力將那物件來變到自己，變到什麼來吃？你無基於上帝的方法，落來咱看。無必要坐在耶穌入去這個聖城裡面，叫你站在這個聖殿的這個柱頂面頂，就對耶穌講：你若是神的兒子，趕緊站落去，因為主要為你吩咐哦，伊的旨意來呼召你，叫你腳面撥落去腹肚裡面。但是耶穌安怎？耶穌竟然講一句話，講：別再試探你的神，啊，不可試探你的神。魔鬼叫耶穌到你面前跳來，這個聖城，這個聖殿當時啊，真了一個人來到敬拜主，哦，敬拜到你這個聖殿敬拜，真了一個人，但是然後魔鬼就帶耶穌去到這個聖殿，你看，哇，真了一個人來的，你若是到面前跳來，哇，天使風一出來，哇，大家看，哇，這個人這個是死的兒啊，跳來。我個無私個提勢，我苦了我啊！隆重來，本來是來拜上帝嘅，拜天命，變咗拜耶穌咧。你來看到上耶穌來到這些啊，一隻奇妙，一無隨便接受人來啊，人來拜，人一看你是王，一走咧，走得了了，想乜人看落做王，因為來到世界所做咩事大事，是天命還苦嘅，雖然是神。哦，所以你哋在按照天命嚟做，但是已經損耗天命，你無恥貪上帝。哦，所以主已經講未使恥貪人事，啊未使恥貪人事。你話我幾個彩去到一個第一關嘅時候，將這個世界萬國啊，那萬國嘅榮華富貴寄予耶穌看嚇。你話對耶穌講，你拜我，耶穌你嚟拜我，你嚟拜我就係。我就將這個世界的榮華富貴隆重給你，但是耶穌敬了你，哦，耶穌講，當敬拜你主，釋放你撒旦離開我，耶穌敬了，順服哦，順服上帝，釋放上帝，敬拜上帝哦，當魔鬼來試探你，點知啊？哇！伊敬了上帝。世界的榮華富貴對耶穌來講，安尼啊，天頂哦，榮耀不斷哈。所以弟兄們，這個世界榮華富貴，哦，先天的人講你，哇，這是原來是魔鬼，把你管住的哈，把你掌管的。外邊好咩好事，外邊好事，但是魔鬼讓人好事是為叫，是為了叫得人靈魂落地獄。但是上帝讓人好事，是為了行主的路。做家庭人看得住，很多人接触到人，到你做工内面，做你家庭，哇，到你书房，到你经济，啊，那人要来书房住，哦，来做善事，这是耶稣第一看法的。信主是头一个步，但是耶稣伊无停在一边，伊陪咱人无停做善事，吼，等咱人去做善事，做慈善，当下就有需要的人，哦，咱人生命。上帝俾你知啦，就係講這時間關事，或者這人是停到哦，我先做啦，嚟平時看，然後我嚟做嘅高級啦，平時看，上帝為啦去做善事看，你記啊，咁你邊啊，後面做慈善啦，去做慈善，做慈善，啊，咱做慈善是咩做功德，啲上帝個咱平，咱去奉獻，哦，唔是佢哋奉，唔是佢哋奉獻，奉獻十分之一。那些聚集嘅金人就冇出嚟學嚟奉獻，啊，邊度富，啊，貧弊，嗱，人基督疏，啊，呢時間，啊，上帝邊係見唔到？你講嚟講，人嗰啲邊人講，路足夠嘅能力，啊，邊人講路足夠嘅能力？嚇，路足夠嘅能力，嚟做競選。做競選，做競選要靈力嘅，要。
你要经常面见，你爱有知识，你爱会晓经，你爱有灵力经。哦，我会以古巴我写来，有时啊，你要经常面见，有上不自然，呼，都未了经，经一个经唔掉。哦，所以人要不停的过。但你今日十二届咯，有时啊，你要来经，你唔上帝，上帝好多明白，好多信心，好多灵力，已经。都未都未驚唔掂啦，哦驚住有靈力哦，剩一隻人，依是落嚟驚哦，未夠驚跳到驚哦，所以攏病哦，攏病哦，我想上帝可能驚，嗱未驚咩意思？見人講嗱未驚，嗱未驚生命嘅道路，乜嚟講？生命道路 ，Deuteronomy 生命記哦，三十一章九到十二十節。所以上帝跟我們說，我今天啊，何其叫地啊，向你做一個見證，就是我將這生死和財富和福氣放在你面頭前，所以你經常生命，不叫你愈沉你的後代你會看我，並且你要愛人和法律的心聽你話，全心我可以，因為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還是短，拢是看到，拢是上帝掌管，所以安尼看，咱袂使大样文化向咱来来做阿不拉罕以撒雅各说祈求做，好让说啊，消除咱的地很多哈。这边上帝个人讲了啦，伊安怎已经将生死财富个福气，系到你面头前，伊无堪有乜物在，伊已经讲得真清楚，先啲人就都谈到应承。伊已經講清楚了，我那是用心尋求的，伊結果佢都要成就，伊無一項物件冚了冇得滯，哦，所以你要堅，你要堅堅持到，堅生命，堅行前福氣路，上帝可能即係生命的路，即係生命路是得勝的，是義地的，哦，是偷白的，是有靈力的，是心靈充滿的，哦，是有信心的。所以你知咪，人哋喺度未經，唔是講到祝賀你最好，祝賀你祝祝運氣好你最好。你命理，你命運，就是上帝俾你祝賀嘅，但是問題都未經經。先經同你講，你未經生命咯，喺你邊啊講未經生命咯，未經生命咯嗬。然後我這裡臨終嚇，終貴嘛，臨終貴。酒的，哇！一日啉酒啊，一日抗战，就酒的毒，哇！啊，伊有两日惊，两日惊，一日头生惊的，甲一日死惊，两日惊。然后这两日惊大汉的，哦，一把起大汉啊。然后个分散啦，大头生甲叫坚定，细头生有一日坚定。然后个一日心理学家哦，心理学家。我去探訪這個阿哥，啊，臨終的嘛，啊，佢問我：，你驚唔驚到咯？啊，然後這個心理學家啊，佢去找頭蛇驚，啊，去研究，哦，啲頭蛇驚大啲嘅定啲大下嘅，有時係按落方面，哦，原來啲頭蛇驚，哇，真係好事，真係敬畏上帝，無愛拜翻臨終，無愛拜落嚟。真啊，聽阿爺講，哇，趁道理，哇，真啊好成功。然後呢，這個心理學家咧提到另外一個細漢囝去探訪伊，哎呦，阿媽咪真夠咧厝個味酒味啊！啊，哇，這個細漢囝，這個細漢囝唔啉得多吼，都阿未到。原來吼，他咪輸。努力後生吼，上帝老伯，啊，當然命是無常。哦，這個心理學家佮做一個研究，原來吼，大後生你是行好的路咧，因為伊看到伊爸咧發，所以經歹過伊爸，伊家己經。所以伊命運後尾命理無常，但是細後生怎經過伊爸咧發，哇！咁搞到你唔知食啥，結果家庭破碎。所以命，伊家庭，伊命，我做无常，
低貴自然的冷熱氣冷熱氣所以所以會諗喎善人主哇一剎你後世望善人主但是點解你後世就是不善主奇怪的是哎呦主啊我剎你後世就善主我把善主也屬紅安裝點解你後世就是安裝叫你來到底是什麼屬上帝啊，你而家冇咁柄啊，你冇好啊，冇聽一件都其實唔是啊，是你所每一件一經啊，咪唔是依上唔是上帝冇聽呢件都，哦，是地母喺你咪聽話，咪聽話你邊做，或者是白骨箭一頭聽，咪聽話哦，哦，講見白骨哦，哇，可能而家冇起過咧，我而家咪派你啊冇起過。我已經在舊宮睇過㗎，解咯。你就先聲佢講，你驚？我落地買少啦，你上邊緊我煙。啊，我估住喺你記仇。我介意白講。你驚是淨喺舊宮睇木雕啊？啊，但是後雕又點睇？啊，先聲佢講睇話嘛，先話嘛，先話。冇機會，點啦？你驚冇機會，但是唔止一年㗎嘛。原來是紅事嘛，喺前途唔是講只一隻字一批。原來講睇到何事，人家講你未有解決你問題嘛，唔知嗰邊面對嘛講睇到。我但是個人看得只，哇！哎呀，你講你講，前一批揾叫咧，俾掂到佢緊開啲嘅，我時候唔知你講。啊，邊個？馬家基係關鍵，只係有幾？啊，負責連馬家基係關鍵咧，介意我都未聽。唔是講過，我而家接一批，我只識見人機嘅出邊人講，人只識見人講，佢識見人講佢咧，我唔知嚇。嗰日你知未？就一隻事做落驚哦，唔聽哦，人唔上帝，唔敬上帝，就是自己問題。你驚問題，唔是上帝無愛，哦，唔是上帝無寬容。所以有一個詩歌哈。一個這個李立爽一個歌詞是說法哇有頂準有哪頂準啊在你海裡面但是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嘛一個去北京去北他必須一個準啊向北京向那邊風吹的路是什麼但是意思啊是那個風的這個準的這個火無想你更多無想風是吹的也無想所以是人的精算人的精算上帝跟我們說的我們看祈求應聲的路那條路是 A 因為每次 A 路是蛇吹掉的人滿前日照所以人之外精算是有挑戰的挑戰你經走出的路有一些刺頭有一次世界的東西會壓掉你的心但你沒有經歷上帝所以上帝我們經歷的人我們要祈願聲我們要經歷一個聲準備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我覺得你剛才的是暗的問題家的問題祖國的問題女的問題人的問題總之經歷的路掉了消遣消一點我跟他说买房子我不会说你跟他说哎呀你来是要我拍家的每一个每一个生啊老的生啊拍家拍家了所以你跟他说你我那边就这个 A 门啊因为提高别人看你每次快老是大这批人钱啊钱啊钱不是招啊做上帝现在都钱啊钱啊别人看不等等有幾個人是有影聲的我們等有幾個人是怕 A 的路在那邊在那邊數過一條數過自己的審查自己如果是怕到你過一條路上帝讓我們有機會上帝讓我們有機會聖明記跟我們說看啦我今天將這個接觸跟接觸的話聽到我們頭前如果人是聽耶和華的死的命令就是怕他我煩惱如果人聽到的幫忙如果不聽我的話沒有遵守我的命令
凭你那位道理，去释放法律心啊，那就必受着灾祸。所以上帝已经甲咱清清楚楚讲，福气咯是安尼款，咒诅咯灭亡咯就是安尼款。哦，咱人就变安怎，敬车来敬，敬车来敬哦。到底边个？本来好兄弟吼，但是因为情势就好朋友。因小妹今次个字名是个饮酒，嗰是饮酒吼。哇，饮得醉茫茫，啊，饮得醉茫茫。然后有一日呢，伊要去因两日个叫好时候，要去去一个吧吼去饮酒，两日个惊惊惊，哦，看到头前一个狗尾。惊一看，哦，今日讲到的这个题目是叫做“罪的空间就是死”。伊朋友看了，哦，今日我那白白去教会去听牧师讲道，然后第二日就讲，哦，笑的，教会不能好去的，哦，未使饮酒啊，未使播啊，未使这里，未使那里，坐坐啊，又不能去，买就买去了，都自己去了。你朋友就讲 ：OK， 今天我去，我去朋友去啦。十年后吼，这个无去教堂的呢，正有一个杀人凶手，害死了，就坐卡布，永远在你卡布面前。十年后，伊连酒醉嘛，醉茫茫，个家务啊咩啊，无些就拍死了，就坐卡布，啊，坐卡布。然后到你卡布经内面，一开去开一条报纸，佮看到一朋友名，一朋友名就叫做这个罗巴克里夫兰啊，一朋友名，罗巴克里夫兰，当选为美国总统。一看到朋友成为美国的总统，一大面大大声哈，大大声哈，佮当天啊，我就是看到遐个报条，去到教会。听牧师的道，信得住我行入面都爬古经回复，但是我朋友安怎？你经常去教会听牧师讲道，生命改变，成为美国的状况，千差天个地。所以上帝常常吼，接到身边的感恩啊，接到身边的朋友，叫你去教会，叫你来舒服，好多机会去经。所以当别当你徛着点车，你咪听哦。看到了，今次还没去敬主的咯。哦，这个一下不会去敬了，饮酒，敬了无味哦，伊行为不是安尼正常。我头一个哇，头一个不是歹惊，无好惊，但是伊敬，伊敬到了，只要用美国的状况。做下弟子会，咱阿要敬主的咯吼，到你边啊，咱要敬主的咯。主的啦，阿妹，哈利路亚。来跳槽第六章十九到十三，我敢不敢讲，这个就算这个就是这个Solomon嘅樱花富贵咁声，因所请啊，比未起就你话，如果这个小心的人啊，这个野地草行至落地哦，但是马仔就停喺飞路内面啊，但是神嗰时嚟看好这个话。还有还是水，不过你帮到人，所以咱唔通要少，讲惊到要食虾米啦，饮虾米，穿虾米，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女人的需要，体面怎样？女人的成就，一个求一个，拢做女人所需要的。上帝的加添，把你生下来，感谢主哦。所以咱来到主的了解，咱敬求一个，求一个。你需要上帝，其他是看好路，无你去比一个，比一个花惨，啊花，个花花心嘛花心嘛，你为了花掉你钱，啊，这世界唔是你自己花，但是咱上帝是爱咱啦，真难看淡啦，你叫咱去更新的国，个新的意，更新的路，吼，那到底这里这个不是一个美国吼，我是一个酒鬼，啊，我在酒鬼，就是讲酒鬼。
就拉行凌招下。乜你哋照片哇？你咁追品版啊喎？叫我唔快睇下先哦。你叫啲厨，你唔要啦？哇！你叫啲厨，你听住你李工等你试下你看。该讲咩话？你讲到男嘅是诶，节制同节制吼 ，self control， 嗰是成功嘅。女嘅是关注自己吼，唔系嚟托自己乱来，嗰是成功。你听到这里哇，佢接到这里，佢冇差唔多嘅啲出来，佢解我，哇！我听你讲乜嘢？只你讲大件事，但是你讲话呀？你叫我吼，我男嘅是节制吼。如果是干脆自己吼，咪话自来来，因为只要你的心光亮，哦，你话这一望，哦，人家是耶稣来讲，人家是耶稣来讲嘛吼，所以你今日你忙住啊，搞一排排去写你信主，然后特特鬼子，哦，特特子为咗这里奉献的社话，哦，将责任业托喺了上帝，你但是这打波唔得天哦，奇怪哦。可能牧師講都未聽，你冇講未聽啊！我為難嘅時候，你可能話你冇計講未聽，牧師講未聽。啊，為難冇計講未聽，牧師計講未聽，奇怪。但是即係即係照幾日過幾天，浪中驚嘅了。啊，全家注意我。啊，我估有一個 Coca-Cola 嘅公司，啊，當時 Coca-Cola 是一個只小公司，冇名。我甚至欠你欠啊！剩啊，剩只遲差。啊，即啲公司人嚟催嘅，我做唔起啦。欠欠政府剩啊，剩你然後法院嗬，法院審判咧，叫我就俾將即啲啊，即啲公司俾出去啦。哇！即啲人叫做肯德利啊，美利堅叫做肯德利，即肯德基啦，肯德利。啊，因為將即啲私機欠人類嘅公司俾人。用5300块美金买回来，哇！个房价我当时一边租房住，一边去做，哇！日日做，日日多，日日做，日日多，日日做，日日多，赚几台嘛！啊，等到你到时看你将这个国家国内的工资转去给别人去做，怎子啊？一卖出去这工资5000万美金，你看到了？你看到了第几嘛？你攰一隻經面珠，經上經樹行珠，你話你俾一隻工資，唔知講借咗跳卡，我攞錢問邊件好啊？你只有隻船交數，硬交我只有隻船交數，啲船度哦，哇！你可能一聲，我試下學經珠嘅咯，珠好似冇咁寬輕便。我相信你只問得啦，冷冷冷唔經酸嗬。多謝你只問。菠蘿袋啦，嗰啲聲嘅人講，你諗忘掉，有很自由，但是未使將諗自由嘅又係碰撞情慾嘅機會。哦，諗必用愛心嚟白白嚟扶持嘛。歡迎弟兄們，諗白白一啲嚟，諗中意諗先。